我不懂。你哦，哇，有分数了！永动机来吧，永动机！哎、欸啊，被打飞了！哎、欸，被推回去吗？哎、欸，不会。还没中一拳，好可怜、哦。我换了，真好。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。花花，我不要、啊。那个是单，那单人的啊，单个的，单人的，还是不要了。可是拿到又很作弊，对啊，都不要火箭了，飞外面就好了。嗯。嗯，你就是永久花花楼梯。然、啊、后这是什么？这我看不到，太小了啦。那是什么？吧那个吧，一格的纸。哦哦哦，有了有了，看到了。小迷弟，上楼喽！几个啦、啊？三个了，好，一二三个。哇、哦！把我打上去，拜托！呀，再一点点，再一点，加油！啊！打回来了。谁想上啊？那个太难了啦！有那个。哦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嘿咻，呼呼，嘿咻，呼呼，哦。杰克，下面很暖哦。很暖啊！下来了，下去，赶快下来陪我。下面真的好冷哦，快点！啊，下下下下下来下来陪我。啊，他下去了。我都被弓箭射到，小雨救你哦！我前面也弓箭死很多次哦，干嘛这样？小蜜蜂，抱歉嘛。我可以放这里吗？不要啦，我们的花花大道哎、欸。啊，那个粘的放错位置了。那他的拳头会揍到这个吗？不会，没有影响，刚看过了。嗯。你就对啊，你就对准这边啊，然后等一下那边放一个那个、啊。然后放一个弓，那边一直射，一直射，一直射。怎么又有木板了？等一下小雨要被夹到了。哎，在训练你的视力呀、啊，我。训练你的视力哦。不要啦，永动机哦。就算你不要，杰克也想要，都是杰克。等一下换你玩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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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！哎呦！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哇！站上来，一拳超人呢、欸！被撞死了！你怎么这样子下去？你好顺哦！你跳进来！你尖叫好惨哦！你还抖哎、欸！你不要笑人呐、啊，等一下就换你了啦。肚子好痛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在笑啊！你干嘛？等一下，我腰，我的腰好痛，我的腰好痛。太好笑了，肚子好痛啊！快弓箭，弓箭，弓箭！哎、欸，那边会涌动拳头了啦！这样不会啦，不是啦，有人想去害你，我去踩上踩上面那个嘛，不是啦，好随便都可以啦。反击要动，反击要动，别下啦！我看中小三，我也看中了，我看到猴子去了啦。真的，哎呦，这个涌动哦，哦，有了有了有挡住了，啊，看到猴子去了啦，气死！啊、小太人呐、啊，猴子出去了，
啊！小，小，小，有了！过了，过了。啊，好热，好热。真好笑。花花。不要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花花。如果挡住他拳头的位置，他会打不出去吗？嗯，不知道。刚不是挡，对啊，刚不是有挡住吗？有吗？有啊。他应该会穿过去吧？刚有挡，但是会穿过去啊。嗯，因为那个、那个哪里神庙那边就有啊。欸、右边不要站人哦、嗯，会死人哦。右边不要站，永远不要站。怎么了？哦、oh, oh, ， oh, oh, oh. 我自己放的，但是我突然觉得那边好像很危险。啊，这是沙桥。这个手上有一个。我放的，我放的。安全，安全，不要跳。哦。女士优先还是？哎呦！吓死我！突然动了起来啊！等一下，我在等那个啦。我走了。哎呦！哎呦哎呦！我见识了。哦、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又回来了。我突然觉得小雨有点想我，我回来看他一下。我靠！啊！小雨你也回来了。嘿，你怎么也回来了？我以为你叫我跟上，我就跟上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你我有点怕。你去下下面了吗？大家都是出门，然后马上回来。啊！我还没有成功闯过哎，好烦哦。你为什么都可以来这个综艺跳啊？综艺跳跃。放在这里好了，这里不能放，这里、啊。就没启动，你放它干嘛？那它有个支撑点。哎呦，会玩。晃动了我。咦！这恐怖。时钟摇摆，我知道。哎哎呦！哎，等一下啦！我去踩那个，把小雨打下去。我跟你讲，变难了哦，第二格有蜂蜜哦，第二格有蜂蜜哦。看不到，地方黏黏的。哎呦！哎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上面有一只花花，上面有两只花花。哎，高希娜，换你喽！发了高兴的，哎，花花楼被夹死，花花，铁球，没有门这个，花花。不要好了，不要了。嗯，好，想一下。哦，那挡住了。哦，那里有踩到了，跳台过去了。我被压扁了。不要，是两个了。对，我刚刚被那个平台压扁了。好。哇！你上去了，我没过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你怎么大力一点啊？哎呦，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啊？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啊？别看到你，不要不要不要！你拼拼看嘛！你看我不跳。翻盘，翻盘！太久没赢了。
我的花花，花花来了！妈的，我要阻止你这只臭猴子！再跳啊，再跳这边啊！哎、欸，这边很好跳、哦，我要把你炸掉！炸、啊！来炸、啊！炸、啊！炸、啊！都说好要从右边走了，你那边炸！那这边也跳不上去。跳什么？左右护法哦！来来来来来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哦！要死我！你还是要右边哦？那也上不去了啦，风吹太大了。不要再高兴啦，那里风吹太大了啦，不要再坚持了。高兴音啊，不要坚持。我顶到全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哎呦。哎呦。哎呦，说好走右边的哦。哎呦。哎呦。说好走右边的哦。搞戏呢、欸？啊，这个人真的是要带去女厕检查一下了。什么东西啦？哎、欸，说好走花花大道，就只有你这边耍特权。没有，就是嗯，好像刚好左边可以走哎、欸啊。然后嘞，我们是不是说好走右边的、嗯？好好好。这样，这样就不用，这样就没办法走了。嗯，不行，他太无耻了，以后不想跟他玩，我还在生气，这个气消不了，大家都说好的东西，就，有没有很刺激呀、啊？太多了，实在是，这什么东西啦？第三个是我放的，我刚是躲过了，可是被箭矢插到了。全部都是啊哦啊！对，超美，这谁？不行，我还在笑，我现在又气又笑。哦哦哦哦哦！天哪！没得走啊！出不了门了！啊！最终决战，好像拿了两个铁球啊！棒，就放那边，拜托！还是我把这炸掉？炸屁哦！没法，哎呦，怎么电风扇炸掉？电风扇炸掉，我们来跳绳。啊！跳绳喽！这怎么跳？可以啦，平行就很好跳啊！平行就很好跳，我就说平行很好跳，要高低放才对啊！等一下，我怎么看到箭矢射下来？你上面啦、啊，有一个黑洞。上面有花花大道哦，不是花花还好，是那个黑洞，谁放的？我有看到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是不是杰克？等一下，那个花挡在那边，那一格过不去，一定过不去啊！啊！无耻！无耻！最无耻！破坏游戏规则。好啦，刚好十点。对。哇，累了。这个分数是延后到下次的哦。好。啊，杰克记得去扣几分，要知道哦。好计价哎。好啦，今天就这样子啦，感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谢啦。谢谢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大家拜拜。拜拜。我的第七在哪里？
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